Thank you。我記得你最中意食 tiramisu， 試下。你好耐未約過我出嚟食 lunch 啦，有咩直接啲講？我想你投我一票，支持我做 CEO。我就係中意你個直接。呢件事關乎馬家，關乎馬氏集團，我會好好咁考慮。啱嘅，考慮清楚啱。係咧，最近有冇見孝明啊？其實當時我真係好想幫佢求情，不過證據確鑿，真係好可惜。我朋友間新公司需要人，我開聲應該問題不大。佢好似離開咗香港，唔知會唔會翻嚟咧？係咧，我即係約咗師傅傾上訴嘅事，冇咩事我先走啦。Charles。就算你決定不投票给我，你可不可以答應我到時投棄權票？我只可以答應你，我會慎重考慮怎麼利用我這票。我先走。Thank you, lunch。不如你給我一個理由，為什麼我要將這一票投給 Thomas？在馬家入面，雖然你同阿 Jo 係有傾得埋，但係佢而家自身難保，所以我覺得你應該揾一個年輕又上進又同你溝通得到嘅人拍住上。我認為 Thomas 嘅最佳拍檔應該係你，我真係好羨慕佢，有個咁靚又咁叻嘅老婆。其實你都得㗎，你又單身，條件又咁好，不如我介紹一個靚女朋友俾你識啦。佢咧都係選美冠軍，而且似我同埋 Sammy 一屆嘅咋。如果我話俾你聽，我而家以事業為重，你會唔會覺得好老土啊？咁就啱啦，以事業為重，咁你揀 Thomas 一定冇錯。或者你講得啱嘅，我會好好考慮一下。公司一切運作正常，但自從大巴將投票權交俾董事局決定 CEO 之後，耀宗同耀堂嘅爭位之事就進入咗白熱化啦。大嫂咧，咁 Chloe 啊，佢哋好緊張 CEO 個位啊，成日都纏住奶奶嘅。有時我照顧老爺同埋奶奶，佢哋都以為我要爭啲咩咁。其實邊個坐咗 CEO 個位都冇乜所謂。我只是擔心碼頭上蓋的 project 一旦展開的話，耀宗以至他外父和耀堂之間就會有利益衝突，到時都應該會挺麻煩。那我怎麼算麻煩呢？我告訴你，我那時做記者，主播之間的鬥爭更厲害。我最厲害，我什麼都不理的，我最厲害是做和事佬。我現在暫代 CEO 已經這麼多是非，如果我真的做了 CEO 會更加麻煩，到时会由他们两个人斗变成他们两个斗我一个，打低我之后他们两个会继续斗。是这样的，有人的地方一定有是非有冲突，就算自己家人都一样。得不到董事局支持，他们任何一个即使赢一两票当选都会变成排系内斗，由两兄弟斗变成董事局内斗。你放心吧，嫁得给你我就是孟家的人，我全副心思只要坐在马家上面。在这段时间你应该好好想想，三年之后出来应该怎样收拾这个残局。你说的和我想的一样，所以我有个想法，应该会好多。
我終於行出咗成功嘅第一步。馬世王唔使幾耐就要向全世界宣布，佢交你啲內死嚟嘅。但係今次阻住你嗰個係你好姊妹欣心。我都要親手自己搶翻翻嚟。我有啲嘢俾你睇 ，Chloe， 幫我保守呢條命。到而家呢刻仲咁顧住佢，唔係點啊？離婚咯。